好嘅天氣梗係對入座率有幫助啦嚇。見到球場嘅觀眾席上面咧係座無虛席嘅，球迷們連埋我哋嚇都係好期待今日呢一場波噶啦。咁但係比賽可唔可以滿足到大家嘅期望先？背景啊夠曬壯觀啦，唔知球員會為我哋帶嚟一場點樣嘅比賽呢？開波！呢球波擋得好啊！古天奴喺左翼落緊嚟啦。攻得麻麻，咁啊防线又踢得好，可以话冇乜进展啊！宗师列卡杜洛迪古斯截咗啲球波，解除咗个威胁啦。纳杰迪石睇下喺右边可以搞到啲咩出嚟啦。维杜纳杰迪石个波甩咗出嚟。纳杰迪石跳高一跳，呢个波真系吓顶得麻麻地喎。特利比亚个波而家喺卢卡古道，轩达神试下向前传啦。这个会是界外球，布斯基斯维道在右路突破到了，现在会怎样呢？苏亚雷斯布斯基斯向前传出，埋门救得好，反应快到呢。轩达神韦素个波而家喺马勒当拿度，卢卡古轩达神一脚靓嘅传波去到边线附近，洛迪古斯有空位啦！哇，好跳得啊！有波入啦！传波同入波都系冇得弹嘅。呢个波咧，佢顶得系好硬嘅，所以咧能够控制到入波嗰个方向啊！龙门完全冇得救。僵局打破了，而家比数是1-0。呢个球员天生就是晓入波嘅，就算成场状态唔好，都照入。罗拔图、维道、罗拔图、乌姆迪迪、乌姆迪迪。乌姆迪迪在左边高速突破，苏亚雷斯喂有机会啊，冇问题，完半场前的一刻入波，这一球波真的不知几重要啊。在那一个位置真的没什么可能射失啦。哇，他在禁区里面难得有这么多时间，对手好像当他没到那样，搞到他这个入波真的很容易啊。呢場波夠曬睇頭啦啩！咁樣失波真係好難頂嘅，完全係佢哋自己搞出嚟嘅。個傳波到啦，跳到盡頂呢一個波，呢球波靚啊！哎，攞到領先嘅一球。嗱，無論有幾多人圍住佢啊，佢都好似唔驚咁嘅。卢卡古犀利啦，咁样揾个身体咧挡住对手，然之后制造空间可以射门，成只狮子咁，真系够晒勇猛。
打破僵局啦！想入波，揾佢咪得咯。哦，上半場完咗噃。喂，上半場好睇喎，兩隊又加埋入咗三球，而家相差一球。咁啊，依家睇落咧，兩隊都係有能力入波嘅嚇。咁所以呢場波嘅輸贏咧，都仲係好難講，就睇下一個入波啦，係邊隊入啦。踢完上半場咧，稍稍佔優啊，領先2-1。下半場而家開始，蘇亞雷斯、古天奴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蘇亞雷斯、打傑迪石，揾唔揾到機會起腳呢？講得好啊！不過送個波俾對手啦，要及時解圍啊！有冇隊友準備要射啦？點過剃頭啊！宗師夏薩特、特利比亞嘗試喺右路一直衝落底，韋蘇逼機搶翻個波翻嚟啦，羅拔圖、布斯基斯、那傑迪石。位数，浪高个波，乌姆迪迪挡住咗球波，特利比亚斩中，解围成功，有机会打反击啦！个波而家喺卢卡古道。神就唔会咁容易放弃嘅，我谂佢隔多阵咧又会再试过啦。哇！佢周围一个队友都冇嘅，所以咧真系唔可以话佢自私啦。试下呃埋去啦，边个会追到啲球波啊？嗱，翻后防冇乜压力啦，所以可以压前啲啦。不过一失咗波就有呢啲危险啦。美斯传个波入嚟，呢个外侧传球啊，唔多掂喎。嗱，喺呢个时候咧，压多啲人上去咧都啱嘅，因为尝试咧想追平啊嘛，后卫都要冒险啦。呢个传球睇嚟起到脚啦，一个长传啊上前抢，夏萨特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冇舉旗喎，跳起一頂，入咗冇啊！
领先两球送晒啦。呢、這个头槌真系顶得好啊！嗱，佢顶呢个波嘅时候咧，佢够晒果断啊，结果咧对手唔够佢争。呢、這个场面一般球员都放弃噶啦，唯有靠嗰啲见惯大场面嘅老将啦。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。个直线嚟啦，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好，比赛到此为止，佢哋可以话踢出真功夫啊！队员们咧个个都非常之称职啊，毫无疑问，佢哋真系踢得好啲过一边嚟噶。Kimman 平一平头先场波咧，嗱，佢哋赢波咧其实唔系太奇怪，因为佢哋有好多嘅条件啊吓。咁但系今日你见到咧，佢哋喺球场上能够啦喺唔同嘅时间做出唔同嘅变化，呢样嘢系佢哋赢波嘅关键。又是时候讲拜拜，多谢啊 Kimman， 多谢晒啊！咦，话时话家谦真人靓仔个上镜喎。